外传》2006年上映，是一古装肥皂剧的样式来饰演的一部喜剧。剧中总是那几个善良有趣的人，一家同福客栈，让他承载了无数观众的回忆，可以说是经典之作。但剧中演员现在都是什么样子呢？掌柜佟湘玉饰演者闫妮，因《武林外传》而走红，14年成为西安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担任形象大使，15年作为嘉宾出席了第30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典礼，同时亮相于巴沙明星慈善夜跑堂，白展堂饰演者沙溢在走红后仍然保持着一份淡泊名利的心态，低调和安稳在娱乐圈中。同时他还是个非常顾家的男人，1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邀请沙溢担任科普中国形象大使，同时沙溢参加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员系统二期上线启动仪式。17年沙溢获慈善总会授予确有之星称号，8月23日参与第4届慈善之夜晚会录制，9月担任等热火圆梦基金形象代言人，大杂郭芙蓉饰演者姚晨因《武林外传》而获得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13年姚晨任命为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16年赴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论坛，并领取水晶奖，成为史上第一位华人女性获奖者。同年当选2016年全球青年领袖。算账吕秀才饰演者玉恩泰，15年玉恩泰和史林子在京举行婚礼，同年玉恩泰晒娃宣布当爹，16年11月9日玉恩泰二胎的子，并宣布将其取名为小罗汉。厨子李大嘴饰演者江超，16年1月与闫妮、沙溢等人参加王牌对王牌，2月主演的轻喜剧电影恋爱向前冲上演，同年参加奔跑吧经典。大杂莫小贝饰演者王莎莎，12年参演剧情电影暴走吧女人，王莎莎扮演一名面临升学压力的高中生，13年在话剧国家的孩子中扮演主角温豆素。王莎莎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2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新人主角提名奖。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就请关注美少女壮士鸭，让我带给你更多精彩内容。